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橙子乐园。今天迪迦奥特曼要来饮料贩卖机买饮料了。他把硬币投入到贩卖机里，迪迦奥特曼选择了中间的按钮，贩卖机掉出来了好多东西呀。这个红色的奇趣蛋里面会有什么呢？原来是奥特胶囊的奇趣蛋，这里面有赛罗奥特曼、奥特之父，还有赛文奥特曼、雷欧奥特曼。那你们都认识其他的奥特曼吗？我们抽到的这个奥特胶囊是哪一个奥特曼的呢？原来是赛罗奥特曼的奥特胶囊，它发出的是蓝色的光。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的音效。扫描第一下是赛罗奥特曼的召唤音，扫描第二下是赛罗奥特曼的登场音，再扫描一下是赛罗奥特曼的必杀技，这个蓝色的奇趣蛋里面会有什么好玩的玩具呢？原来是奥特曼的手指人偶。那你们可以从背影认出来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吗？这个是赛罗奥特曼的无限形态，它还可以戴在手指上，看起来好 Q 好萌啊。这是无限形态的软胶，那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接下来这个你们可以从背影看得出是哪一个奥特曼吗？这是捷德奥特曼的棕黄形态，它全身都是黄金的颜色，正好它也可以戴在手指上。这是棕黄形态的软胶，那你们知道棕黄形态是由哪两个奥特曼融合变成的吗？这个冰淇淋又是什么呢？上面是巧克力的部分，下面的脆皮筒看起来很好吃呢。巧克力的部分还可以打开，原来是一个吹泡泡的，让我们一起和迪迦奥特曼来吹泡泡。今天迪迦奥特曼买玩具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可以给我们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